资二甲班有40位同学，谢老师在计算第一次期中考的数学平均分数时，把一个同学的分数65分误值为95分，得到平均分数是75分，是求该班正确的平均分数。好，所以呢，我的40个人平均起来是75，所以我乘起来40乘以75就是我的总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的总分本来人家65分，我把人家写成95分，我是不是多算了30分？所以我的总分必须要扣掉30分之后再去除以我的人40个人。好，那当然你可以非常勤劳的去乘完以后去减完以后再去除，但是我说过我很懒，所以呢我把它拆成两个分数来，前面这就是75。好，我乖乖分开写，来，40分之40乘75减掉40分之30，这里就是原本的75。那这里呢，40分之30是多少？ 0.75 啊，所以减完以后就是74.25分。